我要来 prank 小王，我要躲进他房间的衣橱里面。欢迎来到榴莲仔的频道，要没电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阿露 ，OK， 今天呢，我要来 prank 小王，对，因为很多人就是 IG 私信我，告诉我就是要 prank 小王 ，OK 呢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来 prank 小王 ，OK， 我要怎么 prank 他呢？他现在就在房间睡觉，对，他现在在房间睡觉，然后呢，我要躲进他房间的衣橱里面，就躲进他房间衣橱里面，就是这样睡觉了过后，然后我就会很暗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叫口令，会打电话给小王，然后小王就讲周末，然后呢，口令就会讲，哎，你睡了啊？然后小王就讲啊，然后口令就讲哦，然后他们就挂了电话。挂了电话过后，我就会在小王的衣橱里面敲那个声音，因为小王已经起来了嘛，口令打电话给他嘛，然后呢，我就会敲那个衣橱，敲敲敲，敲了过后，然后小王就会吓到啊，怎么会有鬼这样子之类之类，为什么会有声音呢？OK， 所以废话不多说，现在 Let's go， yeah！ 所以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厨里面了，这个厨里面还蛮大的，所以现在我就要打给 Colin， 然后叫 Colin 打给小王，然后让小王起来了过后，我才敲这个厨，让小王以为他的房间有鬼这样子啦。然后今天跟我一起挑战的有 Milo， 喵，我有点紧张。什么？嗯？你想死是不是啊？什么？什么？
那边哪一天家人在敲那墙壁哦？是我躲在厨里面敲。我躲里面，你知道躲了多久吗？我跟你讲哦，看到我放在这边录哦，结果看来吓到小王那个画面没有录到，就我手机这里录到吧。我的，他突然间要吓小王那边的那个画面哦，停掉了，就是没有录到，所以就在我电话这边而已。我很好玩呢。It's a prank。麦洛竟然来吵醒我，他是我的帮凶来的，那边踏我，喵喵喵。麦洛是我的帮凶来的，其实我一开始有把麦洛把我跟他一起带去里面的，然后之后我把他放出来，然后他刚刚好他有喵喵喵吵醒你了，过后我才不用在里面这样久了。耶、yeah, ，大成功，大成功。好了，我的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关注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我发影片第一时间你们就可以收到通知。OK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耶、yeah! ！在20万订阅的时候呢，我将送出 Nintendo Switch Lite 啦，就是这款电玩啦，就是最近很红的电玩。如果你们想得到的话，你们只需要订阅、按赞跟分享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我发影片的第一时间就可以通知到你们啦。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如果你们分享到你们的 IG 的话，你们就有更高几率赢得这个 Nintendo Switch Lite 哦。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的 YouTube 底下是不能留言的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到我的 IG 留言，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会想要这个 Nintendo Switch Lite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看影片。